阿北，我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北。那么今天这一集影片呢，阿北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对，就是不为人知。为什么不为人知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赚黄金，不需要精力啊！你没有听错，不需要精力，太鬼了，各位，太鬼了！太鬼了！哦，有看到攻略的人就赚烂，好不好？就赚烂。来，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到这个叫做这个杜家河谷，杜家河谷的上方，我们从这边一路的往上跑，好不好？跑到这最上方这里，会有个地方叫做新建废墟。到新建废墟之后呢，我们这边要先准备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叫做基础过滤头盔，最主要呢是它可以减缓这个杜家河谷感染区域的这个速度，感染的速度会大幅的下降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要进去了，这边非常重要。我刚本来呢，只是在找说怎么样赚黄金。我靠，这车超帅的啦，超帅的撞飞。好 ，OK， 我们进来之后呢？厉害，好不好？厉害了，这边真的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阿贝呢？只要一发现这个好赚的东西，马上影片就给他分享出来了，好不好？马上影片就分享出来。那这个大家呢，记得帮阿贝点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来，那我们在这边要干嘛？打这个怪，来打死他之后呢，我们只捡这个叫做什么河谷，河谷。一种凝胶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精力是8819，8819，来舔下去，8819，啊，不用消耗任何精力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来，我们再拿去这边卖哦，拿来这边卖，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可以卖多少，而且这边怪超级多，超级多，而且掉落率这个超级高，可以卖。183，我还是卖比较便宜，赶快先卖先爽，好不好？先卖先爽，加你队伍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切线一下，大叔加我，大叔加我，切换一下线，切线切线，赶快，我们到这比较人少的这个线，直接赚起来，一波赚起来，哇，这个真是发家致富啊！那为什么这道具这么多人缺呢？因为它是我们做这个家具。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素材哦，来切换过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卖掉了，我刚刚上架已经卖掉了，我切过来怎么也是没怪啊，叔叔你在这边已经先赚了一波了是不是？哇，你自己赚啊，叔叔，然后这果实我们可以顺便捡，哦，你已经刷了是不是？哇，赚烂。这边不只是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蓝色素材不用精力，连这个河谷凝胶有没有？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8819，哦，都是8819哦。你看这怪还是非常多，非常非常好刷。你看又有了，那捡这个兽精呢，就要花精力了。不过这个兽精也是还蛮值钱的啦，也还有一定的价格啦，但是不是最好的，不是最好的。还有捡这个家具的设计图纸。也不用精力，好不好？也不用精力，那是我刚刚捡的这兽精才会扣，才扣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边真的赚烂了，大家来直接舔烂薛海哦，薛海，呜呼！这健康消耗的有点快，就是那健康消耗超快的，是怎样啊？我是不是要带？我看一下，我要带个这个哦，冻伤了啦，我要那个带个热凝管。你看，打一次就掉了，这钱真的赚大了，这钱真的赚大了，哇，真是血海，真是血海，真是血海，哇靠，我包包满了，先随便丢东西，哇，我怎么那么多东西在这个身上啊？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先丢这个皮了啦，这皮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先丢这木材好了，石头，我不想走了，我不想走了。用命赚金条，没有没有，把这个装起来就好了。我是因为冻伤啊，冻伤，所以说他刚那个就扣的比较快。
因为本来这里就是偏冷的地方，我刚刚还带那个冷凝管，你知道吗？冷凝管，所以它就动不了，就会冻伤啊，这个样子。来，我们再来找。那只要冻伤之后，它的这个健康度就会下降非常非常快。来这边哦，这种有没有？随便掉，随便掉。那个青皮就不要剪了，那青皮就没有那个价值哦。兽精可以剪哦，兽精。但你可以剪兽精啦，但是你不要去跟别的女生讲兽精，你会被抓走。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好不好？没有跟你开玩笑。哎，分一点粥啊，分一点汤给我喝啊！我靠，舔超快的。哎，你们不是这个样子吧？先借我拍个片呐、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条快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赶快离开，先离开这个区域哦，不然你会死掉、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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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自己打才有。哦，这里很多，这片很多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片很多。然后我先离开，我先离开这个区域。先别管身份了啦，先来赚黄金比较重要啊，劝，先来赚黄金了，好不好？这外面的怪好像就没有了哦，这外面的怪要里面的，但兽精也可以捡了，对啊。先来赚黄金啦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赚起来，直接赚！哇，那健康度消耗超快的，大家那个健康度要注意一下，要挂了，我快挂了，是怎样？不能挖钱是不是啊？那没关系，那种东西呢也很好搞，好不好？快乐快乐玩，来。哇，这里面这么不舒服就对了，这么不舒服啊！哎，你们健康度有掉那么快吗？我掉超快的、欸，我快不行了、欸，我快去世了。啊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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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好掉，超好掉，随便打随便掉。还有腺体也可以卖钱啊、哦，腺体也可以卖钱。哇，这个什么东西拿去卖一卖？哇！真的赚烂哦，真的赚烂，这把卖掉，然后可以捡这个腺体哦，这腺体也值钱，这腺体要不要消耗啊？8719好像要，8719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那个腺体好像会消耗，会消耗我们的精力。那最主要，哎，谁在射我？干我的菜！好啊，演员，演员也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在拍片，留一点料先给我吃一下吧。你们不要这个样子。来来来，舔起来！哇，一大堆人已经，我们这观众都已经来舔了、啊，赶快赚起来，熬夜直接赚起来，赚一波了。你看，随便打随便有啊，超夸张的，随便打随便有。现在是我刚刚捡了个兽精啦，8694哦，8694，先吃一下这个健康糖浆，8694哦，大家注意一下。你打我舔是哪一招？来，大家抢疯了，真的，满地都黄金哎、欸，这比那个发电还好赚，好不好？这个啊，那个二星不重要了，先舔黄金了，好不好？先来舔黄金了，哇，真的是发家致富哎、欸！如果你来到这张地图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，哇，那整个真的是舔到烂，真的是舔烂哎、欸。这边怪还超级超级多，哇！啊，随便打随便有，啊，不是很难掉哦，没有说那种啊很难掉，宝很难掉，你要弄很久才有，没有，随便打随便掉哦。哇，这个一天赚个10000应该没什么问题哦，不要说10000了啦，这个随便赚都超过，哈哈。哎，不过进来这个头盔也很快就爆了、欸，是哪一招？我记得我头盔才刚做的、欸，头盔已经快爆了，是怎样？感觉不要做头盔了吧？那个条快满，我们就赶快出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看个人啊，看个人啊。哇，大叔，你10分钟刷了40个、哦，10分钟刷了4000多黄金，那这样根本就不用卖精力啦，全部卖这个白嫖的就好，直接卖这个白嫖的就好啦。薛海、欸，哎，哇！啊！我要死了！啊！我的满了，赶快出！哇！好痛哦！好痛哦！好痛哦！下那个绿条一定要注意一下！哇！超痛！超痛！超痛！哇！呵呵，我差点没了！
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赚钱攻略呢就到这边。之后呢，阿贝如果有再发现什么东西，还会持续的啊、哦、发影片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希望呢都可以帮助到有看攻略的观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直播呢，这一集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卖掉了啊、哦，都是卖掉了，对吧？一上架就卖了，不是说卖不掉的东西哦，实实在在的哦，一上架就卖了，哦，超好卖哦，超好卖哦，来，拜拜。